我觉得这个世界需要有不同的看法，突破旧的定律，才能找到新的路径。我喜欢问自己为什么不。我从来不在乎对手的冲击，无论是赛场上还是赛场外，我会用每一个坚持来消除它。运动不是为了追求第一，而是要创造新的时代。Oakley。